各位旅客，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樟木头车站。各位旅客，列车前方停车站是樟木头车站。 到了站门口的，已经办的上班这个事情过来解释啊。哎，要到了，到了过一个站我啊。嗯。别的朋友，出站时车站要回收车票，下车时请随身携带。下车时请注意车梯与站台之间的空隙，注意安全。 出站嘅时候，车站要回收车票。落车嘅时候，请你随身携带。落车嘅时候，请你注意车梯与站台之间嘅空隙，注意安全。
Beijing.First.